我告诉你哦，以后呢，黄瓜买回来就别再凉拌啦。您就像我这样子做呢，简单好吃不翻舌。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真爱小厨娘。炎热的夏季呢，已经在悄悄的走进我们了。我们的饮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其中呢，最为常见的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凉拌菜，就好比如啊，最常见的凉拌黄瓜、凉拌皮蛋，或者凉拌腐殖木耳等等等等。在这炎热的夏季中呢，来上一盆开胃又解腻。而在这些菜肴里面呢，相信凉拌黄瓜呢也是很多小家庭中都爱不释手的一道美肴吧。黄瓜呢口感特别的鲜脆，不管是直接生吃或者是凉拌食用，口感呢都特别特别的脆爽。可是你们知道吗，其实黄瓜呢也是可以用来煸炒的，就好比如黄瓜炒鸡蛋、猪肉黄瓜片等等等等。如果呢大家一直用黄瓜来做凉拌的话呢，那么吃腻的您可以试试我这个做法，好吃简单不防舌。还在等什么呢？不妨赶紧跟着我的视频一起进来学一学吧。不过呢，视频都讲到这里了啊，每一个视频呢其实制作都不容易。如果大家要是觉得小厨娘的视频呢讲解的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了用上您那宝贵的双手帮小厨娘点上一个漂亮的小爱心支持一下哦。首先呢，整本期要先准备数量的黄瓜。今天呢是我自己一个人吃，所以呢我就准备了两根啊五斤左右的黄瓜，简单给它放进一个大一点的盆中。下面呢我们要简单来给它清洗。整本呢在吃黄瓜的时候呢，切记不要把皮给它削掉哦。所以整本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往里面撒入少许的关节盐，下手去给它揉搓一下黄瓜。因为啊，黄瓜我们都是带皮吃的，食用盐呢还可以起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要用食盐把黄瓜表皮简单去给它搓干净，简单搓捏搓几个五六七八九十下，然后再用流动的恒河水进行冲洗干净就可以啦。这样子呢啊，黄瓜洗干净了，炒起来呢吃起来大家都会更加的放心。黄瓜洗干净了，人们再把黄瓜头跟尾给它切掉不要，然后再从中间啊给它一分为二，再给它二分为四。然后呢接下来呢，人们用菜刀平着将里面的瓜瓤呢给它去掉不要，因为瓜瓤的水分呢可是特别的充足，因此人们在爆炒的时候呢要将其给它剔掉啊，把所有的瓜瓤全部给它剔除干净，这样子呢人们在爆炒的时候才不会炒着炒着被炒出了一锅水。处理好之后再将黄瓜给它改刀切成性感的圆形块，那这形状呢大家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切就可以，也可以给它切成薄片，也可以给它切成长条，都是可以的。先不切好之后呢，咱们简单给它装置进一个小碟中啊，小碗中站着。然后呢接下来开始要往里面加入50克左右的白糖，下手去给它搓拌均匀。用糖呢把黄瓜腌一腌，可以让黄瓜的口感呢变得更加的脆爽好吃哦。然后抓捏均匀之后，先给它放一边站着不要动。下面呢咱们再准备点其他的配料，准备一小把的大蒜啊，先用上你嫩嫩的小手直接轻轻的给它拍碎，最后再剁成性感的蒜末，装进小碗中站着不要动。然后再来啊一小把的性感的小米辣，剪刀给它剪成长长的小段。全部装好之后呢，人们给它放在一边站着备用。接下来呢，人们再掏出一块88年的五花肉。五花肉呢，人们买回来之后可以给它放到冰箱简单炖个20分钟，这样子呢人们在切的时候呢会更加的均匀。后呢再把五花肉呢给它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切好之后简单装入碗中站着不要动。下面呢咱们再来调个味，往里面呢倒入少许的味极鲜松收，然后再来一丢丢的蚝油啊提鲜，少量的水淀粉，然后下手去给它捉捏捉拌一会，这样子呢能让里面的这个五花肉呢更加充分的入味。捉拌均匀之后呢，咱们先给它放在一边。好了，那么这会呢咱们的黄瓜呢也已经腌制好了，可以呢看到啊里面已经腌出了不少的水分。接着咱们再往里面倒入少许的清水，简单给它清洗一下，把表面的一些糖分呢给它清洗掉，然后再给它装在碟中站着备用。好了，那么下面呢咱们就要开始洗锅啦。先从啊老王家里拿出一口啊祖传的啊老铁锅，
先把锅给它烧个快热，然后呢再往锅中淋入少许的食用油，把猪肉呢放到锅中进行去给它煸一煸啊，把里面的一些油脂呢给它煸出来啊，煸出里面的香味，煸成这样子呢，那发面金黄，接着人们再把蒜末呢还有小辣椒一起倒进来，细细呢给它翻炒两下，简单把它里面的一些蒜香味啦、麻辣味啦全部给它炒入锅中，煸出香味之后，接下来人们就要开始往锅中倒入啊黄瓜啦。黄瓜倒进来之后呢，切记这回呢人们一定要开启大火，快速进行去给它翻炒，简单呢给它翻炒个5、6、7、8、90秒，也就是啊2分钟左右，给它翻炒均匀之后呢，那么下面呢人们再简单调个味，想要抓出来的啊黄瓜呢鲜香脆爽啊，这调料呢也不需要太多，往里面呢滴入啊一丢丢的食用盐啊，38粒的黄色细粉，再来58克的白糖，接着咱们继续开启大火啊，简单给它翻炒两下，把锅中的调料呢全部给它翻炒均匀，多给它翻炒两下，这样子呢啊里面的黄瓜还有肉片呢吃起来呢会更加的入味，就是这样子呢，趁黄瓜不注意来给它啊空中360度翻个身，然后呢就可以美美出锅啦。黄瓜这样子呢给它做出来呢，真的是比凉拌的还要过瘾，还要好吃哦啊，真的是太香了。黄瓜呢用这个方法炒出来呢，看起来呢就十分的有食欲，吃起来呢味道呢也是特别的清脆爽口，入味又解馋啊，里面呢酱香味也是特别的香浓，尤其呢是里面加入的性感的五花肉，使炒出来的黄瓜呢香气会更加的扑鼻，更加的美味，这样子一份简单的爆炒黄瓜啊就做好了，是太香太美味了，家里呢连挑食的小孩子呢一下子呢也能多吃上个2、3大碗的大米饭哦啊，凉拌黄瓜您要是吃腻的，那不妨试试我今天的这个做法，真的是实在太香了。黄瓜呢用这个方法做起来呢，真的是比凉拌黄瓜还要好吃，还要过瘾，清脆爽口又美味，做法呢也是十分的简单。大家要是觉得小厨娘的做法呢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呢，不妨把视频呢给它收藏起来，自己有空的话呢在家做一下吧。或者家里要是来客人的话呢，做上一份招待客人呢都是十分的有面子的。好了，那么这期的炒黄瓜的方法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要是觉得我的视频呢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呢，或者您还有更好的意见以及一些想法呢，欢迎在下方啊评论区留言以及分享哦，更多的朋友呢啊学习更多，收益更多。那么今天视频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与观看，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